学院和青春的故事到此结束了。当类型被颠覆，被解构，你的存在将被贬低，被缩小，最终变得毫无意义。所以，让我们开始吧，开始讲述这并非故事的。那我就拭目以待吧，老师。哦不，主人公，我期待着这个走向绝望、灾难、结局的终章。老师，刚刚那是。可是您说的大家具体是指哪些人呢？原来如此，色彩已经与无名之神接触，这是我的失策。啊，狼神的另一面，原来是这样，把所有生灵带往冥界的阿努比斯。这就是你神秘的另一面，恐怖。老师，在通信中断之前，我联系了您认识的所有学员，终于做到了。但是，从现在开始，这样一来，故事最后的舞台就建好了。从现在起，你需要面对的敌人是跟随阿努比斯而来的色彩的引导者。